你要出闽南语唱片，我都想投资。对，可以嘞，拜托，好好听哦，很棒哎。台语呢？说实在话，他唱到啊，让我身为台语歌手站起来要向他致敬。哇，好哎，名花到位嘛？他那国语的做好了，一定买，一定买。还是你改？我在他身上看到未来台语歌坛的希望。对，真的，真的。忠厚老实的炳环，RMB 小王子，谢谢谢谢。哎呦，后来有发片吗？2016年发了一张片。2016年呐？对，2016年。那也快十年前了。七八年前。对，但是现在正在准备下一张，然后今年会发。慢慢一点一滴，对，让大家去感受到。对，而且这次是就是自己做，自己出钱做。哦，好有钱哦，自己砸钱了。投资自己这个很好，日子上就好了。这是以前呐，这是2016年的时候。对，哇，你看岁月这过真快啊！来看看现在的准备做什么的改变挑战，来，请看。你要变成往事就是我的历史剧，我们的有点云口欠揍。感觉很像我们豪记唱片公司的新人，一定要不要乱讲啦！去背，我们豪记唱片的新人还比他好嘞，而且一定要用这种黄色，讲话好不好？不要这么要渐变的颜色，渐变，还有那个云啊，那个云，对对对，而且那个云哦，左上角那个跟右上角、右下角，我觉得炳环他适合走台语歌手，要，真的，你看乖乖的啦，乖乖。常胜将军之所以常打胜仗，就是因为他懂得选择战场。如果你在闽南语歌坛，你算帅的，对，哇，真的吗？哎，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你把欧力友放在哪里？你把汪大哥台语界最帅的，卖。讲话啦，那我今天讲话好了，是讲话好了，没有。其实我刚出道的时候，闽南语歌坛比较多魑魅魍魉。高级的用法，打威马乌啦，卖油别供啦。就我刚出道的时候，大家会说我有点像那个陈雷。哦，对，小陈。这首就陈雷。对，然后所以今天其实也对，就为了这首歌比较稍微就是希望可以。这个致敬一下哦，这个配色哈，这个如果这个配色，假如说这个名字改掉，好难过，改他的法号，青海无赏析，哎，这个蛮适合，这个也通了。选那种阿妈最流行的紫色，紫色一定要。哎呦，阿妈喜欢。感觉布道大会啊，你在唱 RMB， 啊，你要唱翁叔就是会安慰。所以等一下，炳环要禁止你转音哦，你要忍住，不能转音。哇，翁叔就是不能转。我跟你讲。你先等一下，我超级紧张，因为你就知道我有多痛苦。要忍住，好啦。对，而且在这里两位台语的，没错，他们都很忍，很忍，给你感受一下。我在这边讲台语我都怕了，你要唱，来直接给他唱起来好不好？翁叔就是我的安慰，来。
的有。我跟你讲，他呢，真的是比陈磊还够喽。哦，有那个背靠啦哈，背靠。我跟你讲，你要出名，男女唱片我都想投资。对，可以嘞，拜托，好听哦，很棒哎。台语呢？说实在话，他唱到啊，让我身为台语歌手站起来要向他致敬。哇，哎，名花很到位嘛。哎，他那国语的做好了，哎，一定买，一定买。没买，不做国语了，谢哥，做台语。还是你改？我在他身上看到未来台语歌坛的希望。对呀。真的，直接转了。刚刚第一段，你有一个转音，用 RMB 的转音，有没有？作祟，转得很漂亮。那个是从来都没有台语歌手会转。真的，但 RMB 它本来就转得很漂亮的啦，而且它的转音跟我们都不一样，对，不油腻，而且他那种黑人的油腻，布鲁克林区，布鲁克塞林美，不油腻啊，当中有一小段间奏前突然就偷转了一下，对，他人位调了，也很漂亮，也没有啊，我等一下，我要建议你哦。红酥就是我，这个就吐掉了，这是姿势，那个是一种唱法，那个是。很棒，真的。你那是硬嘎，那是演歌的，他是鼻腔的。哦 no， 那一种，莫啦。秉环真的很棒，大家可以太棒了，太经有经验到了。我们今天四位歌手真的是战战嘎，打枪又先加到，就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越来越好的意思是，意思是，我来不住，我请想要。没有，你就跟余祥全唱卡拉 OK 得到99分一样。嚯，他一开始好高兴，好高兴。后来后面通了101了，到现在还在气我们。这样一个人呢。